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。JJ 林俊杰以他招牌的迷人小酒窝与灿烂微笑受到青睐，受邀担任资生堂红颜激活露代言人以及红色微笑大使。今天 JJ 穿着一身超喜气的红色西服出席活动，并在现场大展歌喉，让现场粉丝们频频尖叫，也期望一身喜气能带来好运，让他在金曲奖中满载而归。资生堂红颜激活露自2014年上市以来，全球热销超过500万瓶，在国际间获得多达132个奖项的肯定，创下资生堂品牌史上的全新纪录。全新进化的红颜激活露 N 添加全新成分灵芝、鸢尾花根部精华，更强化原本的配方，并透过天然绿色花香带来舒缓放松的效果。出道已15年的林俊杰仍维持一张不显老的童颜，他分享自己原本也属于保养步骤很简单的男生，加上肌肤比较敏感，所以很挑保养品用。在使用过红颜激活露后，即使熬夜工作的疲惫肌也能很快恢复光彩，让经常挂住招牌笑容的他一点都不需担心会有笑纹。林俊杰一身喜气装扮担任资生堂红颜激活露代言人。记者潘少棠社，林俊杰资生堂代言。记者潘少棠社，资生堂红颜激活露 N 50ml 3600，75ml 4500元。记者邱巧珍社。